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萌叔。我现在已经画好了这个角色的正面转侧面的草图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绘制。这里我用了一个脚本，这个脚本的作用呢，是以一个点为中心，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侧的节点，就可以直接反转到另一侧。对于画对称的图形来说是比较方便的。耳朵这里呢，我们把它的中心点 X 轴设置成0，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反转图层，得到另外一侧的耳朵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在画手臂和腿的时候也会用到。这样做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在做智能骨骼来调整手臂这个肘部的形态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做一侧，另外一侧呢，我们就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。
脸部我现在是把眉毛、眼睛、腮红画在了一个组里，那正常其实还是应该分开的，我现在为了方便演示呢，就把它放在一个组里了。嘴，现在我是已经给他一个完整的嘴巴了，那口腔、牙齿、舌头都已经画好了。
脖子这里我就和领子画在了一起。肩部我现在也是画了一个圆形，那这个圆形的中心点呢，就是这整条手臂的中心点。袖子也是给它一个后侧袖子的图形，这样这个手臂就是穿插在袖子里。
手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把它手腕的两个点和手臂末端的两个点让它的坐标重叠。那这里也是用了一个脚本，这个脚本的作用其实就是复制一个节点的坐标，让它粘贴到另外一个节点上，这样两个点的坐标它就是重合的。那手的这个边线这里需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们的线是有宽度的，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取消掉，如果直接取消掉的话会渲染出来会有一段的空白，那这段线我们就给它单独做一个皮肤的颜色。手腕这里呢，我把两个点取了一个中心点，那这个中心点就是手腕的中心点，它的轴心。脚这里我现在是画了一个没有角度的垂直的脚，
那左右旋转的话，我们在后面用智能骨骼去做。两条腿的上面呢，我现在加了一个补丁，用来遮住和屁股重合这个部分的线条。那这个角色现在我就画完了。